他只是表面冷淡，其实内心早已经对我深深着迷了吧。你可以偶尔打电话给我。现在你是在向我表白是不是？把跟女人上床的事当英勇事迹到处炫耀，因为别人就会注意到你吗？给我滚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我来戏剧台《仙女奇缘》，I do。